福建武夷山的九曲溪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，因为这个悬崖陡壁上一个个凹进去的洞窟内放着的都是棺木。根据大陆考古队调查，这些棺木最长恐怕已经有3345年的历史。要取这具长棺是非常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船棺根据我们测量，它离地下51米高，这个崖壁呢是向外倾斜的，崖壁底下是一个深谷。考古队员费尽千辛万苦，先吊钢绳，再搭简易的木桥，好不容易进到悬壁上的洞穴，发现里面的棺木，这个棺材跟过往认知的不太相同，是船形的，因此被命名为船棺。最特别的是，船棺的上方竟然都有一个长10公分、宽5公分的洞口，莫非里面过世的先人还需要空气呼吸？又或者这个是古代活人祭祀？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的。那如果活人放进去的话，你靠外面的孔好像是不够用的。专家解释，这方孔最有可能是插着象征船杆的插孔，这就更符合船只的形象。而武夷山的棺木采用船形，主要是因为古代闽人都靠水为生，生前死后习性一致。因为长期都生活在这种这种地理环境里面，是吧？所以他把这个棺材啊，把这个悬棺啊放在很高的山洞里头，如果你埋了很低的地方，那个一划水那就冲掉了。葬在临水的高崖上，减少自然灾害。只是这些棺木重达500到800公斤，到底怎么样放进悬崖绝壁上的山洞内，考古队无论怎么推理都无法解释清楚，千古难解的谜团也为武夷悬棺更添了份神秘。